和悲伤抛脑后，有你同在，我没有什么好惧怕，大步地走向未来。最完美的心愿就是有你陪在我身边，分享生命中所有喜悦，你的爱带给我勇气力量，面对每一天，让我相信梦不那么遥远，最美的心愿是在你身边，永不改变。休息休息，好了，收拾好心情，准备出发，将忧虑和悲伤抛脑后，有你同在，我没有什么好惧怕，大步地走向未来。最完美的心愿就是有你陪在我身边，分享生命中所有喜悦，你的爱带给我勇气力量，面对每一天，身边永不改变。
工哈，因为有几个年轻人哈，咱即马特别大家做伙以这个所在，这个所在叫做柳树大通主堂、柳树桥天主堂，它是属于刀郎天主堂的。咱的叫卢副神父嘛，大家在往大家做起上吼，啊，咱大家吼，柳树卡的到你举手，让我们给他鼓励一下。那今日特别爱感谢，就是个准备赞助好食物件，这当然是那有咱的高南天主堂的祝谢。哦，第三会的姐妹们来服务哈。高南天主堂的青年，高南天主堂的青年。淑慧小姐，谢谢各位。这拢是准备的哈，准备的我过啦，啊，搁啥物好吃的，那个冰啊，那个冰啊，那个冰啊，啊，别说了，别说了，董事长，让林董事长啊，对，来呀，小林董事长，谢谢你们。谢谢各位，苏太太，然后阿苏太太啦。我们还有好多摄影的哦，以后呢，我们的网路啦，还是 email 就看不完了哦。啊，给他们还会做 CD 了，给他们鼓励鼓励。好，那我们那大家这位提到就这个信步经过，提起天主刚好今年所在堂屋啊，提起天主哦复兴这个圣堂了哦。哇！
如今我不再用眼泪做借口。